我就跟他讲说晚上不要看 call in 节目，他又要看，看完再来生气，我说不要看就好了。那佩奇我会劝他少写，不过更重要我会劝他少看晚上的电视。我就跟他讲说晚上不要看 call in 节目，他又要看，看完再来生气，我说不要看就好了。他昨天发文的时间你真的在睡觉吗？没有啦，我那个时候时间我一直不晓得他说什么花纹，后来查过，我还在外面呢。他对白绿合作持反对的意见，你也是这样子吗？我是没有，我的态度是这样的，我是哈，反正我们就，我是没有像我是因为我 call in 节目看比较少，所以没有他那么生气。